尸横遍野，这活着的呀，全被我们打跑了。这儿还有一个在负隅顽抗呢，投降免死。 谁也不许动！丞相，为什么？他要想杀我，早杀了。关云长不会背后伤人。刘备屡战屡败，却还有那么多猛将追随。 有朝一日，我要把他们通通收服过来。